这里也不错，所以又拍了一些，你看，赞哦。现在是9:30，天气很热，我觉得我还是提早把行程结束掉，不然下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房间。大家都在躲太阳，给我这个傻瓜去晒起脚趾。骑回去，骑这个下去不可能啊，不要开玩笑的。今天天气超好的哦，也无路，所以骑倒转来啊。这台湾马，这国外马，这国外马啊上啦，但马，我国外马寄来个台湾的无，才6000几块。安尼哦。啊，台湾的马。我这哪大嘞？啊，这款算雪地车啦，啊，什么款路拢上骑啊？哦。嘿，这马拢骑啊，啊，石头路嘛使骑，山路嘛使骑。我这真简单嘞。啊，单单运动咩？哦。我伫皇家骑倒来啊。放假，系啊，我们从半暝开始骑个，怎么都搞？我离开。运动啦，啊，这暗时骑下咧，哦，今麦上热，热啊！啊，恁对来？你中华？你中华？你边遐就海角乐园，你有去？遐无咧，今麦过遐咧。遐过遐遐海角乐园有无？啊，伊个沿岸呐，就是贝壳那去，但从今天叫贝壳。哦。哎。几岁年啦？几岁年？甲爬就是海角乐园嘛。系啊，系啊。哇，你今下要骑爬山敢爬去？即变速啊！哦，当时是用坎的啦。爬山爬上就是无法度。大练，人讲要接大练啊，你啊。系啊，细练的较好骑，不过我就感觉无趣味，结伤人啊。这较袂跌倒，细练这较袂跌倒。这款较稳的工地马赛骑啦。系啊。系啊，啊你讲要运动有无？我较早骑登山的细练的，现在要跌倒。这短时间了哇，只要半点钟头，你辛苦干。你好。哎呀，细点就骑袂老干。少年那个老胃也不在点。我比我大哇。你比我大哇。哎呀，阿都哪运动了？哎呀。哎呀，来去啊哈。好了，海角乐园要设置嘞。
大家都跟你聊天啊，他们都很友善。彰化人也是很友善，说他去彰化吃空巴饼就是这个原因。没有团的哦。好，从那前面那个斜坡下去，左手边这边有个斜坡可以下去。啊，人家这边晒棉被，不错、哦。白沙土妈祖，等一下再绕过来这边。能看到吗？白沙土广天宫的最顶峰。看，喊得叫声大声。上面步道都长满了草，是怎么回事？你注意下面比较不会太热。这边是台语线。
在妈祖十八公里，1.8公里，18公里。这边都没注意开车，等一下我开下去，你那个大风车下面。带到回去，差点摔车，应该是骑下面才对。我喜欢接触大自然的环境，不喜欢每次在家里面睡觉，这样只是浪费生命而已。下骑下面这边，第一次骑上面，上上下下的，太好笑了。但是等一下我就知道怎么走了。等一下这边过去，就是可以到白沙子妈祖那边。
哦，跟他多少年啊？好的，不录了。